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亚文，这次来挑战那个讨伐战火关难度九关卡，嘿，火关难度九，嘿，难度九。目前来讲可以分享的就是如何一回杀啦，嘿，如何一回杀，嘿，可以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装备啊，基本上我是2个礼拜前就已经通关了啦，当时的攻击力2200，哦，2200，然后现在有到3000的啦，比较高啦。然后最低配的话，至少要有爆伤跟爆率，哦，爆伤要爆率，就是你要赌暴击啊，哎，但是我是不需要赌暴击，我就是爆率撑到100%，对，爆率100%，攻击力约在2200左右就够了，还够用了，哎。主要是主打手，然后当时的队伍是这样。对，好，对，当时的队伍配置是这样啊，对，主要就是异常状态命中这样子而已，就是主要这个 debuff 这两个都是 debuff 啊，主要是有上到 debuff 就赢了，哎，然后。关于如果有活动角色可以带啦，嘿，活动角色的可以带，但是我还是打比较简单的版本，就是大家能够通关就通关，我就尽量带以前的角色，这是一只三星角，可以带出来，基本上这个阵容就可以打了。嘿，啊，buff 角没有的话可以换这只，这只也可以。这一只也可以带你通关，基本上最低配就是这样，嘿，最低配，甚至于你要有坦克也行啊，坦克的部分，坦的部分我基本上如果有比较肉的坦，建议带火的啦，对，就是建议带火的，就是坦克的部分，因为我没有练坦，我没有练坦补，我坦补我都不需要，我是打一波流的，所以我不用坦补，所以我不知道坦补的打法是怎样啦，反正我看大家的影片就是一直磨，一直磨，一直磨，很累啊，对啊，很累啊，真的很累啊，我不想要花钱，我不想花金币啦，我基本上我就用这样打，我就用这样打就好了，好，我就开始打了，这是最低配的打法。比较低配的啦，然后一定要一个水打手，一定要一个水系，这边就随便刷吧，这边就随便刷就好了，就是控场，就是直接开控场，这边就开控场，等一下是打将房。其实前面这边蛮简单的啦，基本上不要挨到两发，基本上都不会倒。不要挨到两发以上啊，因为我的血都有到10000多，我的血有到10000多，当时没有到10000多，当时1万出头就可以碾过了。噔噔噔，然后轻松打，好，这关就是他会速度很快啊，他会先打我，打完之后没有死，基本上就跟他赌有没有降防，有没有降防。什么降？这样哦，这是上 debuff 啊，debuff 有中，哦，中了，基本上就通关了，你可以按自动了。我这边是直接按自动了啦，对啊，这边是直接按自动，基本上是回杀了，这边是回杀了。那个基本上我没有回合了。没有回合了，那个已经毁天灭地了。我这个伤害已经可以足以秒他了。
这边有没有发动追击都没差，基本上是一定秒了，是一定可以秒杀的。嗯，好，轻松简单的回杀哦，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，拜拜。